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，在《流水迢迢》里饰演的是魏昭和萧无瑕。《流水迢迢》是一个讲述了月落城少城主萧无瑕，化名为魏昭，他背负了宁晨的骂名，然后为了查清家族家人被害的真相，在梁国也伪装了多年。黑暗其实只是为了隐藏他自己身份的部分，但他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可以和自己的月落族的族人相认。然后想不戴面具光明正大的和月落族在一起。与其说仇恨在魏昭的心里排第一，不如说大义才是在他心里排第一。姜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生。我觉得对于姜慈来讲，就是关于爱和成长。虽然也很渴望自由，但是她身上会多了那一份责任，多了那一份大爱。我毕生所愿就是尝尽天下美食，看遍世间美景。他身上有着对未来生活美好的向往，同时他非常的天真可爱，他又自由洒脱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姜慈这个角色，同时也可以喜欢流水迢迢。谢谢大家。